好啊，我这好广啊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就可以开始了。叮叮叮叮叮叮，第二个演完了哦，好，第三个。这片草地好美丽哦，我摘一朵花，怎么这么大？哎，七只公鸡，公鸡，公鸡，你欺负我的弟弟？公鸡，公鸡，翅膀了，不小心了。好，第三个换你了。好，第四个了。石头干嘛？你给我搞鬼啊！石头，滚！哦天！好，再来换你出场。好。跳头哎！好美丽呀！他要摘一朵花来，还有没呀？剪掉对，好。啊！我是什么？你这是什么鸡呀？飞天小鸡吗？我不是飞天小鸡。来来来来，你看我这是飞天小鸡。啊！好，再换我。我死了。我是屎哦，哎，说错了，不是屎，不是屎，是蛇。哎，不是，我变屎了，我变蛇了，不是屎，那是蛇。条蛇是一条一条的，你变条，不是线条，是虾，虾跟蛇跟屎变条，变条会变
出来的一条大便就变条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妈妈，我变出来变条了。啊，你变出来变条纸了？我看一下，根本就没有纸啊。可是你根本杰克说你要当小孩，可是根本就没有一条纸啊。你看，你看，有面条纸啊！面条纸在哪？是面条纸，这么小的面条纸，应该是洗牌的吧？这样洗的啦。我姑婆来了。演完了吗？还没。还有啊。等一下，看我这边转到我这边。哎，洗澡。啊，我洗澡。洗澡，洗澡。嗨，我的水到底出来了没？那段就好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录了六分钟了，你还要录哪一段？嗯？还有哪一段要录？嗯？没有要录了。我要录。嗯？你要录录啊？我要录。你要录录一下。我要录。哦，这是马，你要录一下。啊，这还是马。咪，这是羊，这是猪。爸爸不会学你的声音。我还要是你。拜托我啊！拜托我。求我啊！求我。求我啊！求我。你会不会求偶？求偶。求偶是呱呱呱呱呱呱。求求你啊！求求你。青蛙求偶就讲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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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以后夏天你们就可以听到呱呱呱呱，每次夏天都在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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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。喂，什么？哎呦，姐姐，我早就睡了。在录了吗？在录了。你想拍我屁屁？我操的！好，娃娃故事。首先有个从洞里来的兔子，他没人都不知道他，哎，是这里了，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喊喊喊啊，在哪里呢？喊，哎，陆地下了，地下才有，喊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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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喊。不过有一个人他吃不掉。啊，那个是什么？啊，跳了，而且这样我抓不到哎、欸。你真的有个很好玩的方法，就是你要这样，然后截肢下去，抓拍截肢，然后直接又飞下去这样子。那个时候的影片的话，先按下小铃铛，让我们下次拜拜。
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